的，去一边去。您可下手太狠了，我可是您亲生的。我正琢磨着不想要你这亲生的呢。哎，你这一天上哪儿疯玩去了你？啊，学习了吗？写作业了吗？本来呢，我是琢磨着要学习的。琢磨着要学习的，合着没学？那你这一大早上起来，走得比那遛鸟的老头都早，你干嘛去了？今儿不是天挺好吗？嗯。然后我们那绘画小组啊，就说要出去写生，画那个出生的太阳。出生的太阳。画到日落才回来。本来我们是早就要回来了。嗯。可是呢，觉得那个夕阳才无限好。就把自己弄得跟花狐狸似的，把自己的脸弄得跟花猫似的啊。哎呀，当时啊我是画意正浓啊，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于是我就拿起笔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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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。哎行了啊，赶紧把这衣服脱了给我好好刷刷，把你那花猫脸也赶紧好好刷。哎呀，这是创作的激情迸发出来的。我告诉你刘星，你再不赶紧把这一身脏衣服给我脱了，给我好好洗洗你那脸，我可就要迸发揍你的激情了。是。画板呢？写作业了吗你？啊，一会儿再写，十分钟行啊？十分钟？就你的水平，十分钟能写完？行了吧你啊？去去去去，干点正事儿去。画画也是正事儿啊？那叫什么正事儿啊？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啊，刘星，你知道你妈妈小时候功课最差的一门是什么吗？美术。你爸爸在这方面也没天分，甭学这个啊，瞎耽误什么功夫啊？再说了，就你。学什么有长性啊？冬泳学过吧？魔术学过吧？你学过多少东西？哪个学长了？别闹，去写作业去。这回不一样，你赶紧说，你把我画板搁哪了？给我。扔了。你凭什么扔我画板啊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妈。啊，是我妈怎么了？是你妈就想扔什么就可以扔什么，即连你都扔。你这是扼杀我的艺术之路，知道吗？嗯，你更年期。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更年期。嘿，哎，你把画板还给我，我就不说你更年期了。你这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这谁把画板扔门口了？啊，我的。嗯，我把画板拿过来。妹妹，这怎么了？不给。拿回来，不拿。啊，这是，别生气啊，我去把他叫回来。我去。青春期。哎呀，行啊，刘星，你跑得够快的啊！你是不是准备改名叫刘翔啊？哎呀，我回去。我声明，我现在要和我妈绝交。哎呀，别闹了。先回家了。别说的。哎呀，我的乖女儿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家再说好不好？受够了，我要和他断绝母女关系。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一样。哎，你也要和你妈断绝关系？对，我要和他断绝母女关系。他看我干什么都不顺眼。对，他
太对了，我妈也这样。哎，你说我学魔术怎么了啊？我冬泳怎么了？我画画又怎么了？让画是吧？我偏画，我就要把我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全都画到纸上，全都画到纸上。对，我支持你，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们这孩子有多惨。对，说话就画。画的还挺生动，蛮形象的嘛。啊，哎，刘星，你准备给这三幅画起个什么名？那都没想过。我给你起个名吧，这三幅画应该叫更年期妈妈。太对了，哎，刚才我还在家里这么说妈呢。但是如果叫更年期妈妈的话，我觉得还少了一幅画。嗯，陈总啊，我给你再加一幅吧。啊，您要画？哎，现成现成，来，行行，来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好像是妈妈在照镜子，还使劲打自己的屁股。嗯，好了。哎，爸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每次你妈说完你的时候，比你还难受呢，恨不能自己打自己。爸，我妈也这样吗？是的呀，你妈妈每次说完你都会偷偷的流眼泪呀，晓得吧？那她干嘛还说我呀？哼，这是恨铁不成钢。你想想，本来呢我还能帮你妈分担一点压力，现在我又暂时待业在家，啊，你妈本来心情就不好，所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，所以有时候呢就不太容易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你应该多理解他，多去关心他，是不是？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一句话，一幅画，就把这么棘手的问题给迎刃而解了。哎呀，老兄啊，你真是高人呐。可不敢当，可不敢当。我也就是恰好原来在儿童剧院当过编导，所以对这些孩子的问题呢稍微了解一点，高人可不敢当。走吧刘星，回家去。哎，再会啊。哎，再会再会。哎，再见。走。哎呀，真是个人才呀。哎哎，你的话。时刻呀，哎呀，我梦见我画的画在全国得了奖，正发奖呢，奖杯马上就到手里了。你进来了，这么烦的，嗯，真是做白日梦。嗯，刘星，胖婶给你的信。小雨。北京市青城少年杂志社，没见过，是不是记错了？线条，瞧这手法，印枷锁也就这样了，仿钢也不过如此嘛，简直就是大家不凡。哎呀，刘星，挺舒服，
作业写完了吗？嘿，你怎么穿着拖鞋就躺沙发上？哎哎，刘青，谁呀？你老爸我。爸呀，爸，来，爸，快坐。发什么呆了，奶奶？你看，我上次在小区画的那幅画发表了。我看，怎么样？真是啊、嗯、啊！哎，刘青，你什么时候自个儿偷偷去发表的？哎呀，爸，你都别装了啊！我给你装什么呀？肯定是您给我发表的呀！什么我给你发表的？这分明是你自己偷偷的去发表的，你就如实招来吧啊！快说，招什么呀？我连人家出版社的门朝哪儿开我都不知道，我就发表？您就说了算了，承认算了。承认什么呀？我倒是知道出版社的门朝哪儿开。可这确实不是我干的、啊、这不是您，那不是我，那还谁啊？哎，是不是上次在花园那个？哎，戴眼镜的那个，就是他。没错，当时走的时候这画在他手里，看来只有这一种可能性。可是他为什么呢？那肯定是本大画家画的画好呗，是金子呀，早晚会发光的。我看你是快发晕了吧，你还发光，你美的你、哎、一会儿我把这些画给妈看看，她有什么可说的、哎、你可不能干这个、哎、你傻吗你啊？你看你把你妈画的多可怕啊！本来呢你妈可能还不知道画的是她，可是这儿牵着您刘一星的大名，他一看就知道是他了啊！他还不得跟你拼命啊！啊，爸，那他得救我呀！就怕到时候我也爱莫能助啊！那他肯定还得跟您拼命。嘿，凭什么跟我拼命啊？您忘了，这最后一幅画可是您的杰作呀！所以说就更不能给你妈看了，那没准还得连累上我，说成这都是我教唆你干，绝对不行啊。哎呀，爸，你是不是怕我妈呀？什么话，什么叫怕？我分明是在保护你啊，当然也是为了尽量的避免和你妈发生正面冲突。你记住啊，不许让你妈看到，也不许外传啊！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啊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。问好。哎呦，来的正好哈、啊！哎呦，你们家刘星是太有出息了！你看这漫画画的多棒，我准备把它贴那告示牌上。哎，千万不敢贴告示牌上。这怎么？孩子这么小，他容易骄傲。哎，胖婶，哎，你看我这也没注意在哪儿有卖的，我也没来得及买一本。你能不能把这本转让给我呀？我想给孩子留个纪念。啊，对，应该的，嗯，应该的，来。好，谢谢啊！哎，多少钱？哎呀，快八毛的，我再买一本去啊！哟、哦，爸，你干嘛呢？刘星，你怎么能让胖婶知道这件事儿？你让胖婶知道了，分分钟咱全小区的人全都得知道。哎，老夏，你们家刘星真行哎！哎，那个王姐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。哎，刘梅，哎，啊？哎，刘梅啊，哎，哎，哎，梅，你回来了啊？回家，咱们回家，不要回家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别拽了啊！快快快，刘星，把门关上！哎，干嘛呀，夏东海？干嘛呀？没干嘛，主要是我们都饿了，该做饭了。还以为要躲谁呢，谁都有病。躲谁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挂书包。我给你挂，你辛苦了。试试都什么毛病啊？哎，
刚才在楼底下看那些人怎么都看我跟看稀有动物似的刚才。有吗？啊，不会吧。啊，哦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太长时间没看到你了，见到你特别的高兴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正说明您在咱们小区人气特别的旺，对对对对，人缘好。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一天在这恨不得跟他们见八回，从来也没让我觉得我自个儿人气特别旺啊。哎，他们从来也没对我这么感兴趣过呀。哎呀，你就别在那瞎想了，你就是人缘好。也许今天你穿这件衣服特别好看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对对对，啊，对，特别适合你。这衣服穿的是挺显瘦的。不过呢，他们干嘛每个人都手里拿着一个杂志啊，那儿晃悠，冲我指指点点的呀？啊，有杂志吗？他们是说您长得特像那杂志里边的一个外国的电影明星。嗯，真的吗？哎，哪个电影明星啊？哪国的电影明星啊？好莱坞。好莱坞的，好莱坞的。哎，好莱坞哪个明星啊？叫什么？好莱坞哪个明星叫什么呀？我就知道他长得是长得吧，他嘴特别大啊，哎，眼睛也特别大啊，鼻头也特别大啊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叫什么名啊？叫什么名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你问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叫什么？我给忘了名字。我以为你们说长得像茱莉亚·罗伯茨呢，确实有人说我长得特别像他。就是他，茱莉亚·罗伯茨。什么没错？他嘴那么大，我长得比他好看多了。我当然，你比他好看多了。哎呀，不管你比他好看多少，我的大明星同志，该给我们做饭了，快快。去，做什么饭呢？我像大明星吗？我是大明星他们家的保姆还差不多。好，你就是大明星的保姆，我们是大明星。去。好，那我们去了。马上去。去吧。我可真牛。牛什么牛，我快让你害死了。告诉你啊，这纸可快包不住。啊，刘星的话上杂志了。画的是人吗？这跟刺猬差不多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我就那样啊。哎，啊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别生气了，喝口水来。哎，都说了一个多小时了，我看差不多了。什么呀，就差不多了？差得多呢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的性质非常恶劣，后果非常严重。妈，您得这么想，你看我随便这么一画，他就能发表，这很说明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这只说明一个问题，说明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非常难看。妈，不是，站住！这是漫画嘛，就得变形和夸张。哎，你变形和夸张，你怎么不把我往茱莉亚·罗伯茨那边变形夸张？你凭什么把我往女鬼妖精那边变形夸张啊？我要是真把您往萝卜丝儿那边变形夸张的话，那不就成肖像了吗？不就不是漫画了吗？你要这么说嘛，我心里倒还有一点舒服，但是没有用。夏东海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必须帮着我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必须马上给这杂志社的总编打个电话，告诉他必须给我刊登一个更正声明，恢复我的名誉。我跟人说什么呀？让人怎么恢复你的名誉啊？这还不简单，你就让他下一期再登一次这个东西，然后边上呢附一个我的照片，写个括号说我的母亲实际上长得是这样，并不是这样。行了，别出幺蛾子了，你是唯恐别人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是吧？啊，唯恐不露怯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管，成？你不管是吧？我自个儿去找他们杂志社去。喂，妹妹。
谁呀、啊？来了来，谁呀、啊？哟，你找谁呀、啊哎？这是刘星的家吗？啊，是啊，我是他妈妈。嗯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啊啊，哟，刘星。嘿，刘星，你好。我这次来是专程给刘星送那个漫画的稿酬来了。哦，您是那杂志社的总编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啊，我正要找您呢，来来来，您坐一坐下，我正要跟您说几句。那个，总编，还是我先跟您谈一谈吧。哎，好。哎哎，不是，总编，您先坐下，我得跟您说。还是我跟您谈一谈吧。刘星，快跟妈妈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那就咱们就说好了啊、下周咱们就编辑部咱们见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江先生。哦不，我从现在开始就得叫你夏主任了。哎哎，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这个样子的啊啊。刚才夏先生已经答应啊，担任我们京城少年编辑部的编辑部主任了。啊，并且嘛，享受最高的待遇。啊，报酬嘛，优厚。啊，夏先生对儿童教育见解独特，并且掌握着大量的儿童素材呀、啊。啊，这和我们杂志社办刊的宗旨是相符合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所以冒昧的借用你的爸爸和你的丈夫。啊，当然这是一个人呐、啊。怎么样呢？啊，太好了。哎，那我呢？你当然是好好学习，将来前途是远大的呀。听见没有？你必须好好学习，前途才能远大。对啊，那就这样了啊，咱们下周编辑部见。好，下周见。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不走啊？啊，哎，啊，在这儿。再见啊。力量这是无穷的。谁是榜样啊？我呀、自从我的第一个作品发表了，这就说明我还是有一定市场的。所以我们决定。决定什么呀？决定我们三个要合作，画出一系列关于妈妈的漫画。看画板就预备好了。